漂亮的那个蛋面掉进河里，在酒楼那边掉下来的。这两天吧，可能货主也比较焦急吧，应该那个货也不少钱了、啊，想就是继续努力几天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。我们只是负责排水，3500一个台班，8个小时，上面没什么水啊，很快就抽干了。他现在说想让人工找。